1999年5月的一天，在中国南海附近的洋面上，一支英国打捞队正在这里进行着紧张的海底打捞作业。在海底沉睡的是一艘清道光年间名叫泰兴号的商船，它是1882年在这里触礁沉没的。裹带着淤泥和岁月痕迹的沉船遗物浮出了水面。令人吃惊的是，在这艘普通货船的残骸周围，竟然打捞出35万多件瓷器，其中大部分是日用器皿，有些器皿的形态依旧保持着艳丽的色彩。专家鉴定，这批瓷器是清代的青花瓷，出产于中国福建泉州一个叫德化的地方。中国福建省的德化是泉州辖区的一个县城。历史上，福建的德化和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并称为中国三大瓷都。古代德化的白瓷在西方一些国家有着很高的声誉，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德化的白瓷就是中国瓷器的代称。今天的德化小城制瓷产业依然兴盛，德化的百姓仿佛生活在陶艺世界的海洋中，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着艺术，千年的传统瓷艺在他们手中传承着。柯红荣、陈桂玉夫妇俩都是地道的德化人，由于生活在瓷区的环境中，从小耳濡目染，受到来自多方面的熏陶。多年的瓷艺实践使他们在创作瓷塑的同时，也研究着瓷器的历史。我们从宋代开始，德化窑从宋代开始嘛，一直延续到今天，就是以做那个人物为主，佛像，以做佛像的那个菩萨为主，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个题材也就广泛一点了。它的特点就是以制作人物、瓷雕为主，这个是德化的一个瓷雕的一个特点。德化有着悠久的制瓷历史，人们在今天的德化发现了晚唐至五代时期所生产的瓷器，这些宛如陶的器物是距今1000年前中国唐代晚期德化生产的原始青瓷。此时中国的瓷器正逐渐走向成熟期，斑驳的器物表面已经呈现出烧结后的瓷化现象和致密的质地。中国的唐代，中原人口曾大量的南迁，一些艺人将陶瓷手艺带到了德化，由于德化的瓷土资源丰富，从而为德化瓷器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到了晚唐时期，德化城乡各地已经是窑炉林立，窑火兴盛。唐代文人曾用村南村北春雨晴，东家西家地对声来描绘当时德化家家户户垂泥制坯的情景。距今800年前的宋代，朝廷开放的贸易政策促进了沿海地区制瓷业的兴旺发达。曲斗宫是德化现存比较完整的一处宋代龙窑遗址，当年的窑工曾在这里烧制了一批又一批德化的瓷器，这些遗留在龙窑上的匣钵见证着德化制瓷的历史。明朝中叶，德化的白瓷脱颖而出，瓷塑艺人何朝宗用德化当地的瓷土塑造观音，
由于德化白瓷那温润淡雅的牙黄色调与何朝宗的瓷塑艺术巧极天成，铸就了后人在德化瓷塑艺术上难以逾越的巅峰。苏玉峰大师是清朝德化县著名瓷塑艺人苏学金的第三代传人。他喜欢瓷塑观音，也喜欢塑造着各种不同的人物、花卉等器形器物。他已经从事了40多年的瓷塑艺术，是福建省的工艺美术师。按照外国人称赞我们这个瓷观音啊，是东方美人，啊，为什么呢？就是说明朝何朝宗他搞的那个观音本来就是白瓷，他没有色彩的，都是白瓷，而且是见白瓷。这种宛如象牙、釉水莹厚的白色瓷器，因产自福建，福建的人们称它为见白。因它的色泽莹白而略带牙黄，鉴赏家们称它为象牙白或猪油白。鉴白瓷器17世纪传入欧洲，由于它具有很好的透光性，使人爱不释手。法国的艺术家将它命名为中国白，欧洲人认为中国白是中国瓷器中的上品。宋代朝廷的港口开放政策带来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兴旺，德化依托泉州的港口优势，大量的瓷制器皿被销往海外，同时也促进了本地的瓷业发展。明清时期是中国制瓷技术发展的鼎盛期，人们更加重视瓷器的品质。德化依靠本地的瓷土资源和制瓷艺人的不断探索，锻烧出了胎质坚硬、釉面晶莹的优质白瓷，在中国众多产地的白瓷制品中脱颖而出。德化白瓷的烧制主要选用氧化硅和氧化钾含量高、氧化铁含量低的矿土，这样可使白瓷的颜色更加纯正。由于瓷土内高达10%以上的钾钠含量，使烧成的胎体有玻璃质感。再加之采用含钾高、含铁低的纯白釉料和中性气氛煅烧，使德化白瓷呈现出白中略带牙黄的色彩，便产生了莹厚细腻、润如油脂的质感。由于它那象牙般白色的瓷质，使塑造出来的器物极具风雅，色泽莹润，有着宛如贵妇般的气质，使目光挑剔的欧洲社会为其倾心。明清时期的德化白瓷备受欧洲贵族阶层的青睐，所以它一直是欧洲商人争购的对象。18世纪前，每年都有几千万担德化的白瓷器皿从海上丝绸之路流入欧洲市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瓷器是中国古代先民的重要创作。瓷器的烧制是由陶器的煅烧工艺演化而来的，但是他们所使用的土质和煅烧温度却截然不同。在世界古代文明中，一些文明古国都烧制出了陶器，而独有中国人在陶器的基础上又创造出了瓷器。直到17世纪之前，当时的世界各地
一直没有掌握生产瓷器的技术。他们认为中国的瓷器具有东方的神力，欧洲的上层社会更因家里的餐桌上拥有一套中国的瓷制餐具而感到自豪。在中国的东南沿海，人们很早就已经掌握了造船的技术。宋朝年间，中国制造的大海船已经可以纵跨南海，横越印度洋，到达波斯湾、红海水域。因德化隶属泉州，从14到18世纪，德化的大量瓷器正是通过泉州的刺桐港，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被大量的销往海外。也有许多运送瓷器的船只遭到不幸而葬身大海。从泰兴号沉船残骸中打捞上来的这些青花瓷器，是清代德化窑烧制的。此时的青花图案依然带有明代的装饰特征，它们是当时被销往东南亚一带的日用器皿。青花瓷器起源于14世纪，即中国的元代，它是由景德镇的工匠们发明，是中国制瓷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青花瓷是指用骨料在瓷胎上作画，然后涂上透明的釉层，在高温下一次烧成的釉下彩瓷器，花纹呈蓝色，在洁白胎体的烘托下有明净素雅之感。青花瓷的出现一改元朝以前瓷器装饰以刻花、画花、印花为主的单调技法，开辟了由素瓷向彩瓷过渡的新时代。实际元代的青花应该给高度的评价，虽然它是初始青花初始的发展，但是常常有一些艺术在初始发展的时候，它表现一种它最本来的自身装饰材料特点的，而且是很淳朴、很直白的。所以元代的青花应该说是为明清景德镇瓷器的繁荣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青花瓷器自诞生之后迅速成为瓷器市场上的主流，并且衍生出青花斗彩、青花粉彩、青花玲珑等多种以青花为原型的彩绘瓷器。梧桐青花是青花瓷器中的代表作，它根据民间梧桐引得凤凰来的传说而得名，画面通过点、线、面的巧妙结合，对江南秀丽的风景做了理想的描绘。民间青花是来自民间的一种青花瓷器的装饰形式。民间青花最大的特点在于运笔流畅，点染错落有致，使元代的青花孕育出明清时期瓷器彩绘的弥生时代。这个弹笔的动作在这位老人从事陶瓷工艺的漫长生涯中已经被重复了无数次。这种手法是为了让笔上的颜料流淌下来，方便在瓷器上描绘。今年已是耄耋之年的这位老人叫王锡良，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瓷艺大师，他所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是今天江西的景德镇。这洁白瓷盘上的图案色彩粉润柔和，富有立体感，这种工艺被称为粉彩，有东方艺术之誉，也是王锡良老先生最为人称道的技艺。王锡良的叔父王大凡
曾是景德镇陶瓷界的知名人士，老一辈瓷艺大师朱山八友之一。从13岁起，王锡良就开始跟叔父学习陶瓷艺术和做人的道理，淡泊名利，勤奋创作，粉彩瓷艺在他的手中焕发出了古朴率真、恬淡清远的神采。青花玲珑瓷是在青花瓷的基础上与中国古代镂雕技术相结合，从而产生的一种装饰艺术。青花玲珑是因为在青花瓷器上遍布着半透明的玲珑眼而得名。玲珑眼多为米粒状，西方人把它称为嵌玻璃的瓷器，具有斑斓透明、精巧细腻的艺术风格。相传在一次煅烧中，由于窑温过高，瓷釉流动，无意间瓷釉将香炉的透烟孔洞封闭，从而形成透明而不透气的玲珑眼。公元1465年，即中国明代的成化年间，青花玲珑瓷的制作已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在光线的照射下，透明的玲珑跃然眼前。到清代乾隆时期，青花玲珑瓷已非常盛行。何书水是江西省的美术大师，他擅长绘制牡丹花卉。这胭脂红与夕阳红相间的牡丹花，采用水点法画成，以水料勾勒花瓣，运笔极为讲究，一笔落下就不能改动，这叫做落笔无悔。因此，对于花瓣的浓淡虚实，都要胸有成竹，方能做到下笔果断，点染自如。这件名为《春风得意冠群芳》的瓷瓶，画面朴沉富丽，色彩绚丽斑斓。牡丹的雍容华贵之风扑面而来，而要绘制这样一件瓷瓶，则要用到新彩、粉彩、水料、油料等多种技法。一朵朵迎风招展的牡丹开放在皎洁的瓷瓶之上，而它的生命之源却是来自于元代那古拙质朴的青花图案，来自于古代制瓷艺人的聪明智慧。德化县城地处山区，大自然的绮丽风景为德化窑的青花图案提供了创作素材。在德化窑的青花图案中，有山，有水，广泛流传于民间的吉祥文化跃然于瓷器之上。人们将福禄寿三星和许多吉祥图案恣意涂绘，沉星半炷香强调了檄文之风，凤凰戏牡丹和鱼纹图案则体现出民间的升值文化。德化的青花瓷器成为民间百姓托物研制的文化载体，这也是德化青花瓷器的典型特征。中国瓷器历经了几千年的发展演绎，明清时期达到高峰，太兴号沉船上打捞出来的德化瓷器，正是那个时代德化窑的代表作品。在中国古代的外销瓷器中，福建德化窑的瓷器占有重要地位，这也是德化瓷器在海外名声大噪的一个原因。这个瓷器是中国伟大的发明，这一点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不但发明了瓷器，而且瓷器的品类也是极为丰富的。由于历史上德化的瓷业发展兴盛，与海外贸易联系紧密，
所以在今天德化生产的各种日用陶瓷器皿中，依然留有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融合的痕迹，这是德化瓷器的另一个特征。柯红荣和陈桂玉夫妇，一位是国家级大师，一位是省级大师。柯大师从事的是传统瓷塑技法的研究，陈大师所学的是西方雕塑。正因出于对瓷艺创作的共同喜爱，使他们殊途同归，结为伴侣。这个瓷雕可以说我们两个都共同爱好，我们非常喜欢这个瓷雕，而且每一次做的时候都投入了，已经在做每一件作品的时候都投入到这个作品之中，把自己的那个，反正可以说两个人都很专心，很自制的一直投入到这个作品中，每一件作品都是这样。这个可能也就是我们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那个爱好，还有这个整个都可以说是起源于这个，也归结于这个吧。两位大师在创作中的各抒己见与艺术观点的达成共识，被体现在刚柔相济的作品中。有人评价他们是词艺创作中一加一大于二的最佳搭档。柯大师与陈大师的作品多用写实的手法，以突出的线条来表现人物的内心，强调人物的内在个性。这种细致入微的深入刻画，突破了概念化的矮板，使塑造的器物器形呈现出一种自然的美。天鹅湖是他们夫妇俩最得意的作品，他们俩人在这件作品的创意上花了大量的时间。这件作品在2000年的中国首届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展中轻取桂冠。在今天的瓷塑艺术中出现了许多现代工艺，这种衣裙的塑造使瓷料产生了纤维肌理。在这幅三月三的作品中，这种宛如不一样质感的陶瓷肌理发挥到了极致。通过釉料与素胎的对比运用，营造出亦梦亦真的梦幻世界，含蓄的神情刻画与沙一般的薄胎瓷交相辉映，令人叹为观止。比如我们现在制作的一些特意的一些东西，就是很跟衣服一样薄的，就我们叫做薄胎特异瓷，这个它就跟我们的衣服是一样薄的，而且它发出的声音也可以，瓷器的声音可以发出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一种手法，新的一种制作手法。这个鞋名嘛就叫纤维烧成法。这种制作呢，能增加陶瓷的质感。这个让陶瓷可以达到另外一种意境上去。这种薄胎特异瓷的纤维烧成法，使瓷塑的表现方式耳目一新。德化的瓷塑观音，从明代何朝宗开始至今，已经经历了400多年的历史。而如何保留、继承和发扬瓷塑传统，是今天德化瓷塑艺人们之间探讨已久的话题。德化瓷业历经了千年发展，传承至今，依然显示着旺盛的生命力。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在他的回忆录中留下了德化瓷器既多且美的记录。时至今日，德化已有了专业的瓷艺学校，
学校的课堂中引现出词艺大师的身影，而更多的身影却是未来的词艺大师。千百年来形成的中国陶瓷文化被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德化的瓷塑艺术浩记有人。清晨第一缕阳光穿透晨雾，新的一天开始了。正是因日出日落的周而复始，才孕育出德化小城千年的瓷艺岁月。沧桑的岁月曾改变了这里的一切，唯一没有变的是德化小城瓷业那传承发展的主题。